百豹战神吕布以百豹击率见人就冲见人就上，长军最高输出，利用本身体质硬加上大招回血，承受伤害也一样长军最高。本集将会有两场对局，第一场是杀得多但配合输了，第二场带动节奏输出坦伤数据直接起飞。四级抓下我方汉牙先行被秒，追着汉牙打出一技能衔接普攻，触发一次技能二技能收走人头，再次遇见敌方汉牙露脸保护小兵准备越塔，一技能冷却好马上越，能普攻别浪费位移，一技能脱离塔的范围，越克前来反打，我见我身上有大招，附近也有队友，选择回头吸两口，大招一枚马上走，努力撑到位移冷却好，三段逃跑顺带击飞，剩下的就交给队友。塔残血，大象残血，我有大招，这个都不敢打就别叫战神了，先秒大象再追以罗，普攻减二技能冷却，很可惜被他越墙而逃。这一波还没结束，开大招直接打，想先把女超先秒，情况不对，马上撤出塔下，利用还在的大招一段一技能把月克反杀后，三段挑飞以罗，成功保护罗儿和我，同一个位置打另一波团，一技能下墙找机会，三段直接挑飞汉牙暴击一刀秒，普攻回血，加上特尔的大招，一技能往前逃，二技能回手掏，打出我进场后的零换四。百豹装备有个缺点，经本人多场百豹吕布经验，单人打凯撒不容易，最好找个队友一起打。天空巨龙已放下路，我也来到敌方二塔，奈何这场零配合，我开启大招顶着二塔，把塔优先破掉，大象会有免控，我留着第三段等到乙罗到来，调整位置挑飞两人，普攻暴击击杀乙罗，队友也才到来，配合罗儿引诱敌方蹲草，打出上次暴击三秒击杀大象，又再次碰见大象，战神一定要技能衔接普攻才能打出吕布最高伤害，击杀大象后追着女超人，三段等待特尔大招控完，再用三段挑飞打出最长控制时间，普攻击杀女超人，往后保护后排拿下乙罗，我没有选择撤退到底，因为大招要冷却好了，大招一好，战神能再次进场，大招开启三段挑飞，优先保护队友打约克，普攻暴击十二杀，想赢还是想赢的，最后的最后换成正常装备会比较有机会赢，虽然输了最后的一波了，留第三段进场，成功抢下深渊魔龙，光荣死亡后队友才进场，明明是四打三，乙罗后面才赶到的，乙罗一来配合汉牙爆炸伤害，自家汉牙盾敌方汉牙尸体，可惜被乙罗顺了，剩下罗儿也无法一打二，再加三个大兵了，新一波大兵再进来，滴血乙罗回头把珠宝举破，这把其实很激烈，二十分钟打了共77个人头，最后也把百豹装换成热门出装，虽然还是输了，伤害打足了，坦伤也够了，在新英雄乙罗旁边一点也不逊色。新年嘛，输一局赢一局，敌人开心一次，我们也开心一次，一样是百分百暴击吕布，杀的不算多，死的也不算少，但一样能赢下比赛，大招秒解个个控，普攻配合队友击杀，你以为这波就这样没了吗？先把兵推进塔方便越，乙罗也赶来，我在等一技能冷却，三段非常果断直接上，控级后砍两下塔交给队友，其实不是拿到人头才叫厉害，像这波残血开大招前往留住歌德，三段击飞普攻两下往回走，留住哥的击杀了，可惜中标成兵了，被冰刀就输了，我没大招也救不了了，塔下艾米丽反控两人，把菲雷反杀，一二技能衔接普攻，有大招马上开，三段击飞普攻暴击，二技能收割，逃离塔下，死神之又还在，这里是贪 buff 掉人头， buff 吃到了但命都没有了，得不偿失，打起来了打起来了，二技能没缓到，三段直接击飞貂蝉，吕布就怕貂蝉，不是因为怕老婆，而是貂蝉控太久了，打其他人吕布都能回回来，一技能三段举三杀，没技能疯狂普攻奎伦，有四杀一定杀，有一技能马上双断，普攻暴击拿下四连杀，百豹战神最好最好别单次凯撒，三段刚好击飞刚隐形的奎伦，开启大招两下普攻瞬间不见，残血别追，一定要先打貂蝉小丑，走在一起怕不是绿吕布，击飞借负赢负，连续暴击忘记过去，追求艾米丽一二追不到，等待天空巨龙喷塔，我也很久没拿偏塔，看着敌方不是很敢守，开大招打塔回血，顺势破塔以后果断再冲了一波，一打二还可以，卡芬妮也回来帮我，先是击杀艾米丽，叫你不接受我，看到小丑貂蝉我又绿了吗？我临死也不让你们站一起，邪恶是不会成功的，正义总会胜利的，但是我看着你们一同死去，我酸了，队友请尽快破塔，我要离开这伤心之地，技能衔接要快，不能中阴控太久，后期被蒸发可换回热门出装，百豹战神吕布出装为守恩之剑、骑士残血、圣剑、飓风双刀、嗜血弓、炎怒之爪，奥义为暴怒精灵龙爪，魔恩为死神之忧、赏金猎人、左耳赴死、影刃鬼爪，听说点赞分享留言的小伙伴们红包都会特别多，我每年平均收2000块港币红包，你们呢？我是百豹战神吕布，大家小猪们多看聊多影片，祝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百毒不侵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